并没有卖饭。一起聊，业绩的老板，谢谢，我们一起吃饭吧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哎。对，这个是皮蛋豆腐。皮蛋豆腐，嗯，哇，它是辣的，麻辣的皮蛋豆腐，我第一次看到。这个，哇，川味皮蛋豆腐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。谢谢。这个是葱花。啊，葱花。哦，那我要吃吧。这个叫做口水鸡。口水鸡哦，よだれ鶏だ。日本说よだれ鶏。よだれ鶏。流口水。口水。口水是よだれ。哪里不一样吗？等一下，你吃它有一股很，它的麻，它的那个花椒是从大陆来的，中国大陆来的，很赞。我觉得他有送我一瓶花椒油，我觉得他的技术 OK， 哦、okay. ，技术 OK， 哦、我吃过这么多，就他的技术 OK。然后很多很多花生也有，对，油脂，哦，阿布拉老板，他小我两岁，哦，真的。麻辣鸭血，来啦、这个招牌，招牌麻辣鸭血，50块，哇，好干净，好漂亮的，麻辣泡面，60块，很多都全部给你吃。这是皮蛋豆腐，皮蛋豆腐，麻辣皮蛋。我第一次看到麻辣皮蛋。对，在外面没有。一般时候是皮蛋豆腐而已，没有麻辣。它麻辣是它的专主题。主题。好。因为我有买啤酒的给他。要不然，等一下可以拿一瓶下来吃了。我不会喝啊。没关系。我帮你。好。Oh my god! 这个豆腐也很特别。嗯，豆腐它是弄碎的。它那个口感真的很好。对，它跟皮蛋一起过在一起。那个外面吃的没有，完全外面什么东西？当然是一般的豆腐吧。对，一般的豆腐跟一般的那个那个。哇哦！这个每天。
可以吃的。每天可以吃，啊，你想要吃你就过来。嗯，外带。然后卖啤酒，卖啤酒一起。可以，我有买。我有吃过，所以他是他经验很久了，他做很久了，他是专攻，他的主题是麻辣，好喜欢。对，这个他这个蛤蜊是好的，很大个，很大个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， 我香港朋友好羡慕。那个老板娘。比一般的乐车更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它很新鲜，他们都是跟我，他的个性跟我一样，很执着。不是太咸，刚刚好的，刚刚好。老板送礼物。哒啦，好久不见，每个礼拜都见。老板推荐的中山，老板推荐的店，在中山来品尝。好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，特殊的口味，特殊的口味，大陆风，我喜欢这个口味，麻辣的口味，特别喜欢吃麻辣那个麻辣皮蛋豆腐，皮蛋豆腐，那皮蛋麻辣皮蛋豆腐好特别，然后口水鸡也不错，阿妈打野不错，对，那这两个我还没有吃过，好，又来了，炸酱面，这个是炸酱面，哇。70块的炸酱面，好便宜哦，耶、叫做那个叫麻风面，招牌面，招牌招牌面。哇塞，快吃定料的，快快。OK。可以直接吃。那么两块吗？两块。坐坐这边。好吃。之前有来过。好。这个辣味真的，你要对镜头讲。这个辣的味道，真的我喜欢。你喜欢它味道？就它的麻辣是很好的，很顶级的。吃起来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它的面，它面也是很好。没关系，它这个就是它的，人家做的，他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。麻酱面，麻酱面也他家做的。不一样，超好吃。当然这个好吃，这重口味，但是这个是日本人超爱吃的口味，韩国人也爱，韩国人也喜欢吃。那你要怎么跟他做文章？旁白，旁白，旁白就是我跟他打字上去。啊，这个，这个，对对对。好，搞笑。好，下次。最后吃鸭血，麻辣鸭血，麻辣鸭血，真的。光线够不够？够。这个鸭血是整块，它把那块。回去。好。煎掉的鸭血。
鸭血比较细，从来原来不带脂肪吃鸭血，鸭血比较细，嗯，比较细细细的，嗯，啊，鸭血比较粗，里面很多的，特别的东西，哇，不是，不是，整个都是好吃的，好的。业绩老板推荐是对的，没有错。现在晚上六点半，很多人哦。谢谢。我跟中山约会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卡亚马。OK。こんにちは、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好。担担面80块，好辣的。哦，来了，那个是什么啊？这样这样。好，这样刚才拍过了。啊，对对，我拍过了。花生粉，还有这个是细的面，面是不一样。他做优酷，很多人啊，我要试试看我担担面哦，试试看上面的担担面。这壶这给你看。嗯嗯，跟他说，哎，帮忙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叫做番茄蛋花，番茄。这个担担的呢？这是叫馄饨。啊，欢迎乔乔。兰花担吗？番茄比较不辣，你要吃辣。嗯，没有超水，没有说你辣。你是临时带我来说啊，